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中午服用，午夜发作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记载只属于我们的美。那个，按我们花园城的规矩啊，我们三公主用膳，你得在旁边陪侍着，替我们煮的布菜啊。这是自然。少君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。少君，琉璃盏内。好吃好吃，一起上。毒，好你个寒霜，我辛辛苦苦将你从大牢里救出来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少君今天操劳一天，不如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不。少君请用。还是三公主请吧。当然是客随主便了，让你吃你就得吃，张嘴。哎，不。都别愣着了呀，赶紧重新准备。不用准备了，不吃了。安排好弓箭手，陈芊芊要是今晚没有万箭穿心而亡，我摘下你的狗头。属下领命。三公主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难道是觉得白天教坊司的事还不够吗？今天的确是我不对，是我行事鲁莽，考虑不周了。你答应答应，别往心里去。道歉啊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那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只有一个办法，你今天险些被当众扒了衣服，我赔给你。我脚脱掉，脱掉，我脚脱掉，上衣脱掉，脱掉，上衣脱掉。花园城就算是民风彪悍，也很少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吧？我这样。咱俩算扯平了吧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你今天还被当众围观了。好，那我去大街上走一圈。站住！准备。你好歹也是我名誉上的妻子，穿成这样上街去？再脱一件。我什么都没干过。你屡犯七出之罪，荒唐无度，不守妇道，生性放。你怎么还有手工杀呢？你没有身孕啊？这不是得骗母亲说我有身孕才能救你出来吗？你为了救我竟然不顾自己的名节。名节跟人命当然是人命重要，我是真心想救你的。哎，站住。又怎么了？把衣服穿上再出去。这算什么？
准备，老公准备。不好。夜深了，凉。